这样子哈，我们现在人在这个阳明山的这个花卉试验中心。我们家这两位少女呢，只要看到花，就会疯狂，就会疯狂的自拍。今天呢，我就算是来陪他们两个好好来赏个花，赏花、赏月、赏妮可、赏妮妮。你看，各种的自拍，疯狂的拍，就是这样子，很爱拍。看他要拍多久，我就等多久。老公，你帮我拍一下，因为这个光刚好打到我的头上，因为它这样子，老公。你先帮我拍，因为这光有没有打我头上？这样子有没有打我头上吗？是不是刚好打我头上？来，打。哦，有没有？又来了。我想拍一点空景都没办法。这边啊，看我。拍。拍。我们比个花好不好？花。那这个我也要拍。好，我已经在拍了。我这个啊，这个也要。拍。樱花。来。我要拍多喜气啊！樱花，拍。你看紫色的超级漂亮，你不拍吗？那没事，没事，你们拍可以。这什么？拍。啊！你怎么拍这个？很漂亮。对。很漂亮，这是花吗？很像你要撒的花呢。啊！我也要。有一种孤独感，这种孤独感你可以拍一下。哇！冰雪，他说这个花的感觉很像冰雪。妮妮，快点，真的。一二三，老公，你可以不要站在那边，这样我没办法。白色，快看我，快点，刷黑色哎。一二三，好可爱哦。我喜欢这个，跟这个。这个花怎么这么多颜色啊？立可白兔的吗？这个花为什么是垂头丧气的？适合宝宝。喂，你说什么？喂，你们拍就拍，不要 Q 到我。阿妮，白色樱花哎。白色樱花。这边呢、啊？是这一颗，它在那里。拍。拍。你帮我们拍啊，因为这个角度太高了，没办法那个。来，老公帮你拍。到我啦。来，一二。已经不是第一次陪他们逛这种花卉，我懂这种感觉。拍。我跟你讲，我突然有个想法，因为呢，我们从白天已经拍到这个准备太阳下山了。我想了一个计划，我决定要为了他们两个这么爱花的少女们，在家里直接布置一道花墙送给这两位。你看拍到如此开心，老公，我跟你讲，看到美的树真的好开心，而且心情就整个很好。我每天看到你就是美的树。就让我在你身边，用我的生命保护你。有蚊子。好，那我来量量看。好，搞定。好了，各位，我订购的花墙呢，已经到了，好不好？接下来呢，我就要把这个花墙组起来，组到我们家。它这个其实蛮简单的，就是用这种网子，然后它可以勾，然后它有附那个束口袋，就给它就一片一片一片，刚好我量的 size 刚刚好。组上去，等一下他们看到花墙，一定会很兴奋的，大力的称赞我。Go！好，成功了。接下来呢，就是把它架上去了。准备好了吗？各位观众，花墙，看到没有？满满拿手机，我是需要粉红色啊！我去拿道具，拿道具，还拿什么道具？妮妮好了没？我买花墙，对，拍就是拍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对，这个花墙就要让你们慢慢的拍，好好的拍。我特别把花墙，你不要挡到我们，你先不要挡到我们。我搬回来家里，我把花墙搬回来家里，可以的，拍拍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来了，老公们，我最喜欢粉红色了。我是老人。你在说什么？你一路在念什么？我快七岁了，我是老人。所以呢？我快七岁了，我是老人。所以呢？我快走不动。他走不动。叫宝宝抱你啊！一点斜坡而已，脚酸呐、啊！救命！救命！
我们一起越好越好，拍拖再见面。不管初七、初一、初二、初三、元宵节，喜欢在你身边熬夜听拍台风天。我是你的新年派卡，你是我的巴卡。摸个天舞地舞平舞平舞个两舞加舞不舒服。当你迷了路。